今次是一個即係好 unexpected 嘅一件事對我嚟講，所以今次是學到很多嘢嘅。最緊要就是其實學到就係要珍惜生命啦，同埋個人而家就開始比較慢少少嘅所有嘢，因為可能之前個生活嘅節奏比較急一啲，咁所以而家即係以往可能見到綠色燈會衝，即係差唔多到紅色燈嘅時候會衝過馬路，而家都唔會，即係而家所有嘅節奏都會係放慢啲，包括係生活上同埋工作上嘅節奏都係放慢啲。我想其實是去不同地方旅行，即是有些地方你在相裡面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環境啊、風景啊那些，其實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咯，因為始終之前都是經歷過一些不開心不愉快的事情，所以如果有機會可以散下心啊、去欣賞一下其他國家的特色啊、風景啊，我都是想跟家人一起過咯。